我一打招呼，嘿，生日快乐。然后我余光飘到，哎，两大概两桌13个人，哦，对，全部都是女生，对，都是女的。所以就是因为我不，都是他没有讲，你有探张玉东必须死。对对对，真的。然后因为有些人是，你看看这个照片，必须是这个，必须死。哇，把妹，真厉害。把妹就算了，还要拿出来炫耀，还是要听大家来讲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来。我要控诉张立东，有异性就没朋友，每次见面的时候都问我近况如何，最近过得好不好。正当我要跟他讲的时候，旁边只要有女生，我一边讲他就回头跟女生聊天，一直聊一直聊，还讲笑话逗女生开心。我讲完之后他就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想你刚刚说什么。常常会利用职务之便，然后就是跟一些那种女神级的明星啊，甚至是 AV 女优合照。然后重点是他上传到他的脸书之后呢，他都会讲一些就是我工作很辛苦啊，就是讲说好像他自己很千百个不愿意，但他其实明明内心就非常的开心。因为像如果他跟我们就是私底下的女生朋友合照的话，他都很少发。他的脸书上永远都有一大堆的妹，而且很强的种局是一整群妹里面只有他一个男生。都看不二俩零了。出去的时候都只跟漂亮的女生说话，丑的女生他绝对不会讲话。像我，他就从来没有跟我聊过天。他很喜欢炫耀他跟一些女艺人的照片，看他的 po 文都是这样子，而且他经常上新闻版面都是跟一些女艺人，所以太可耻，不要脏东西。我发现，其实人不一定要有钱，也不一定要长得帅，只要幽默，会变一些奇怪的魔术，也可以有好的女人缘啊。这应该也算是社会的乐园跟病态，好奇怪呀！精神是不是有点问题？对，天来来来，你自己再辩驳一下。你把妹这个已经花名在外，不是不是。其实我都是男生女生，我都是对待方式是差不多的，是吗？只是有时候会被误会啊，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本来就会接触比较多漂亮的女生，这是一定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都没有认同？不用不用，不用把我们拖下水好不好？比如说，讲讲讲讲到会心虚，最近有一个，最近有一个血淋淋被大家公干的例子。因为我是国光出来的嘛，然后有一个女生就是拉拉，拉拉也是国光出来的，是是。然后呢，她就想做本老贝，她说几月几号她生日，哦，生日。然后她就说，对，问我要不要去她的生日趴。你不要去，刚才我硬闯啊，口鼻部登记一下。OK， 你要出其不轨，生日，然后谢逊了。义父啊，是吧？没事，好，那就是问我生日可不可以去。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，哦，那天我在高雄有舞台剧演出，然后那一天我就是刚好演完了回去，哎，我就问他们说还有没有继续，还在吗？他就说还在，然后我说那我就过去一下好了。他说好啊。然后我一到，我一开门，那个是一个餐厅的，然后我就看到，哎，我就看到寿星在那边，哎，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走过去跟他打招呼，我一打招呼，嘿，生日快乐。然后我余光飘到，哎。大概两桌13个人，哦，全部都是女生，对，都是女的。所以就是因为我不都是他没有你有探张玉东必须死，对对对，真的。然后因为有些人是，你看看这个照片，必须是这个必须死。陈宇桥啊，若然后只有你一个男生，对啊，就是我一个男生。然后因为有的人是临老入花丛，我这个算临时入花丛。临时，因为我根本你是临犬吧？你彼此我还临犬，我还临性，有这种局都没叫过我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他，而且重点是我去了一下子，他们女生也都拍拍照就结束了，就买单了嘛。也没有买单啊，就我自己出我自己的，对啊，勾大去啊，那也还，所以就是你人缘太好，那也我也没有 po 照片啊，是他们 po 了，然后所以我会被骂。他们就觉得说，他们就说立冬必须死啊！这种局为什么立冬不说？那我懂了，所以不是立冬的炫耀文，是那些美亚的炫耀文啊。然后刚好被他们发现我在里面，那所以那个男生就会说，为什么不找他们？哎呀，真的，立冬还是先跟他选诚劝一下，他讲的是多用一点心在工作上面的。
老板现在在干嘛？每天搞这些，现在干嘛？因为你那个美啊，拖约两点呐、啊，现在也搞美啊，你要看球啊。下一条，而且看别人的输出。下一个，时间太好笑。妹头，哎呀，哎，又是妹，这是借把，把不到妹妹就把妹头，头发是的。妹头，妹头，真的是吗？不是啊，你看我哎，每个都是，不是女生，不是这个是什么？又又有一个妹哎，也太不挑了吧？就是我哎，这露露怎么在？你看我，你看，是我哎，我也是，有一个露露，那等于全部洗白，完全背了什么话？你解释一下，就表示你也会跟平凡人做朋友了，对。比如说有一阵子，比如说我刚，比如说我签新车，然后我买车，炫耀了，炫耀了，炫耀了，那这不是炫这个吗？然后，然后我比如说大家一起录影，跟我录同一场的，然后我就会问说，哎，等一下有没有人要去？有什么发工资？对呀，有没有人要去东区的？他都会载人家回家，住东区附近。然后如果有人说好，那男生也一样啊，我们就会载。你看我连小优也在。那真的好，对吧？那也是完全洗白，那你算是做公益哦。对对对，就顺路嘛。可是可能 maybe 被看到就是那几个漂亮女生啊，我懂我懂。感谢什么Metal 立冬接送哦，但才有人要拍啦，开玩笑这样啦。对啊，我就是自己自嘲。那这样不能，人家接送。他讲到后来，好像那天妹跟他在一起是值得炫耀的事情，没有。所以是那些妹啊在发炫耀。不是，这样不能叫人家Metal，他这个应该叫马夫啦。而且是比较贴切一点，就一路走来啊，媒体报道那么多，结果没有一个跟他秀，都是空穴来风啊。因为媒体是觉得这样很有趣，怎么会美女会跟我这样子的人走在一起？高反差了，他们只是走一个反差了。那我是委屈的。好，第三点，如果跟妹菜有关的话，翻脸。来，露露准备，来，又是第二位，惩罚东西拿过来，已经可以准备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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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什么？谁说高铁不只有自由座？哎，怎么会有女神座？哎，然后我就是一个漂亮女生，就是那个朱丽静坐后面，哦，就是类似这种。哦，然后可能我们传一些比较有趣的讯息啊，就是她，比如说女生可能只是传说她最近都熬夜，然后那我说那小心肝喽。我只是回来做客，可是张立东撩妹，那你怎么不叫他家人睡就好了？什么叫小心肝？很多年前，那时候我还是单身，就是没有结婚。然后我有拍过那个 MSN 的封面，然后就是还蛮好看的那一张。然后他立东就半夜传讯息给我，然后就拍了我的那一张，就是他买了那一本杂志，然后放在厕所，他就说必须看，然后夹在马桶上面。幽默乱过，这不是叫幽默，乱撩乱撩，你也有撩撩过，哎，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，被撩过，我有吗？蔡佩也买你，被害人都来了。之前那个立冬，他就是去参加那个嘛，周杰伦他们的婚礼嘛，他不就出国去了嘛，他就跟我传讯讲说，你要礼物吗？我回去的时候买一个礼物送你，这样就也没送我。哦，那就是没有撩啊，对，没有，哦，就是没有撩，就是没有聊，没有问。好 ，OK， 这个炫耀，不用太清楚了嘛，人神共愤。单单哦，单单去参加婚礼这件，我就会。你怎么不提那个啦？他是骗婚礼，但我们也不要冤枉他，因为他今天解释算很诚恳，是，我现在还是要给他一个公平的一个机会啦。好，我们就自然的，他有起来就起来，到底有没有炫耀？一二三。你有没有主见的？我这个就是没灵魂，没有。是，他们这个自动的，自动的处理。来。是有。我开始有心得了。他们每次都骗我了，越用越好。你这样更像煤老板，是不是赶紧离开睡了？真的，真的很像哎，煤老板。对，到了，我跟他